我们这个 ESG 的这个Leadership Talk 的主要的目的呢，是邀请跟 ESG 相关的商界领袖来和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和老师们一起交流，进行这个智慧的碰撞。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一场啊，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华策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万峰先生来到了我们这里。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啊，下午好。这个很开心啊，又来到理大，好多年没回来了。所以希望同学们呢通过今天的这个讲座能够学到很多跟 CSR 和 ESG 相关的一些关于 practice 和这个跟 research 相关的一些话题，能够启发你们在后面的这个学习里面能够产生一些新的 idea。